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维尼时光，我是维尼。今天影片要介绍的是加藤真治的《杯缘和丸》。你真想要芭蕾？对啊，超可爱的，满足了，就是这样，满足了。你去哪里弄的？满足的，好感动哎！我居然抽到芭蕾，好感动哦，开心，开心！我爱芭蕾，芭蕾爱我，芭蕾爱你。另外一个不好使，小红帽，小红帽，很赞，好，很赞，很赞。我两个都喜欢，很好，很好。你要刮？是边缘子，边缘子是不是？边缘哦，杯缘。没有啊，手。这里不是啊，另外一个。对，应该是这样没错。这次的和丸呢，总共有六个角色，有大野狼、红心小红帽、芭蕾女孩、卖萌小红帽、扑克兵，还有爱捆小红帽。超级开心能够抽中我最想要的芭蕾女孩，她的做工非常的细致，而且呢，可以在巴黎铁塔上面跳舞，不会摔下来哟。接下来则是可爱的卖萌小红帽。这是今天的蛋纸，我原先以为呢，它会是写日文版的，结果居然是中文版的耶，有点吓到我。后面呢，则是介绍加藤真治的各种故事，有小红帽的跟爱丽丝，还有芭蕾女孩。今天的推荐影片是超级可爱的小海獭家具组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喜欢的话分享给更多扭蛋控吧，也别忘了订阅维尼时光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哦，拜拜。推荐影片的播放清单在右上角，请记得一定要去看哦。我是维尼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